迪亚回来了，我去，这么快吗？可真是个狼人啊！难怪提这这么看重迪亚，对自己下手都这么狠。我服了。哎，昨天我还看他那个前男友王一伦上的综艺了呢，差点给我笑死。你说刚分手就上恋爱综艺啊，人气还挺高呢，怕是要走起来了。我觉得呀，王一伦可能就是因为走起来了，所以才把迪亚给甩了。 不过啊，这回迪亚可亏大了，你像这些婚礼的定金，肯定是要不回来了。不过还好，咱俩不用随份子了。你怎么这么小气？人家好歹经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就光想着出份子了？得了吧，装什么假大款？哎，我也看了那个，我觉得你前男友真的挺帅，是吧？现在应该叫前夫了吧？哎，你们见过本人吗？我没见过。说实话，还真挺不错的。 一个直男都觉得挺帅啊！那我可惜啊，见不到。那你就多上电视看看吧。电视？说说坏话，说那么配着点人啊？好歹我还是你们老板的吧？哎，只是这一个项目的负责人而已啊。况且我们现在不是又来了一个新的项目负责人？哎，行了，人家心情不好。 照顾一下女孩子的小情绪吧，弟。哎，TJ，这么早就回来了，婚假不是还有几天吗？我觉得早点回来工作挺好的。哦，我意思你可以多休息几天嘛。行，刚好，你来。 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新来的策划，叫田宗，啊，以后你们两个工作上会有很多地方需要配合，熟悉一下。啊，你好，迪亚。嗯。你忙吗？现在？还好。你等一下到我办公室，我们聊一聊。好。OK。